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亮姐鸟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亮姐建宁。今天呢，又来到我们的第二集快问快答的时间，耶、yeah ！什么是快问快答呢？是快问快答。我在干嘛？我只是想笑一下。问我们，请我们嘉宁女神呢解释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。双方呢会准备几道题目，之后会轮流抽题，双方呢都必须要回答问题。只要觉得对方的答案不合逻辑、不真实，白目很欠扁，就可以直接开打喽。在我们开打之前，又到了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这样，来第一题，我先抽。近期最喜欢哪位艺人或偶像团体？偶像团体，不分国界的。Stop， 是不是又是李敏镐？不能再选李敏镐了，谢谢配合，谢谢。Three, two, one， 翻停。哦，迪丽热巴。我是 BTS。是因为我看了迪丽热巴有一个1001夜，那他那部戏是跟等人。什么等人？没事。公三回。下一题，请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哦，太多了，怎么办 ？Three, two, one， 我要给网友票选，我不知道怎么写。那这个先打。你写什么？三个，我写。可爱、努力、完美，你这干面皮搞干咩？搞个欧北贡，搞个咩事？来给各位粉丝朋友票选了，帮我选三个形容词，怎么形容我自己？哎，由你们来形容，谢谢你。修图的时候会修哪一个部位？哇，你那个应该写不完吧？我在想。不要我说你，对，第五万 go， 没有修，无修，我没修，要修哦。来，你今麦搞去加你的粉丝专业款，快来照片无修不？有没有修？大家都知道。下一题，小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小时候啊，很想跟朋友骑脚踏车，然后我们硬要把脚踏车上面装满四个人，就是脚踏车的任何部位就踩一下踩一下。我看你的，卡通不是从那很高很高的地方拿着雨伞，然后大家都可以慢慢飘下来，所以他就叫我要拿着雨伞然后跳。我那时候还是不敢跳，不敢跳的时候他怎么样呢？他说三二一要推我，然后我连准备都还没准备就跳下去。OK， 几岁开始穿胸罩？对，去万购。你说家里半腿，家零碎啊！其实我平常都没有穿呢。那你以后穿衣服出去，你看人家把柜子落在下卡。怎么都看人聊得跳人下卡？所以到底什么是木柜？就木瓜。木柜啊，都把那个卡。好，下一题。最近看的一部剧是什么？《延禧攻略》哦，这部因为大家都在看，所以我跟着看。我看的是《金秘书为何那样》，本来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剧情。看半暝啊，拢在看。第一次被告白或表白别人是什么时候？国一大大是怎样？大班。对啊，觉得对方最好看的部位是哪里？看一看，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要一二三。这是什么鬼？你在写什么？公鸡吗？还是小鸡？鸡叫。我只要凸显他的眼睛，眼睛最好看，所以你眼睛。那你知道我画的是什么？那个。这个也是你的眼睛，眼睛啊！哎呦，这集好十八禁啊！对谁的眼睛画的最好？请大家留言。看异性第一眼会看哪里？是不是要再一次画一样的图？穿搭、穿着，一样。为什么你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，第一眼一定是看他的穿着啊？你这样的解释不太……干嘛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没办法接受。有蚊子。当然要搭配的感觉是好不好看，或者是你顺不顺眼。我不会去在意说他穿的是不是真的很好看，只要他是穿起来舒服的。对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我只伸懒腰而已。这到底什么东西？如果时间旅行，你想要去未来还是过去？未来。我是一个非常充满好奇心的一个人。对。我会很想要一直向往着很多不一样的事情。你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嘛，你就是要去未来找李敏镐嘛，讲那么多废话。我讲一下我的，因为我看过很多电影啊，不是那种很多车子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我想要体验那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很酷。讲屁话，打那么大力，头发最久是几天没洗？你这把给我真实回答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人咧坐天咧看，我冇咧看哦。
杜黎 T1 每天洗，因为我头发是油性的发质，即使你今天晚上洗了，隔天下午或中午它一样又会出油了。我就两天，因为头发比较长，所以我可能没办法每天洗。我才刚打你，你这问题太花糖了。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讲，我跟各位讲好了。我们进入秒钟的时间喽，五秒钟哦 ，OK。最近网购买了什么？三二一 ，Go！ 咕噜人，性感睡衣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你有看过，而且是你穿着的，请看 VCR。来练习好了，来盖住了，我讲一点给你。不错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格外的美？对，穿睡衣又来色，哇！色什么鬼啦？我给嘉宁999朵鲜花，车子里面那个骷髅人，谁的房间比较乱？张嘉宁的，嘉宁的榜，你最好是我，你的最乱。大家是不是都没有看过嘉宁的房间？那我们有机会呢，我们再一起来探讨这个房间需要怎么整理，它已经到没办法整理的地步，爆炸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每个女人都有一些隐私，那真的不是乱，那乱中有序。有序，嘿，这句话你很常讲，超级常讲的。下一题，说出一个对方的怪癖。对，去问，跟各位讲他会怎么摇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这样子哦，真的会。不要以为我在发疯，他是真的会这样子。什么时候有、這個？真的有好不好？他都会这样把人家头发的尾巴然后拿过来这样。来啊，这题厉害啊！有帮过往的男性友人买过保险套吗？有。哎呦，你帮哪一个哪一任买的？是因为我们要拍片，所以我有买了0.01的。对啊，你帮谁买？厉害啦！帮谁买嘞？跟你说这故事。这故事怎么样？高中跟我朋友去便利商店，可是他想买保险套，可是他害羞。然后我们后面两个推迟推迟推，然后猜拳，然后楼猜输，然后我就去买了。然后那个女店员，她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我，哎，看完然后接单。我就走了，来哦，这一题非常的犀利，我这个一定会诚实说、啊，对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心里很有感力的讲。哦，我讲到这 ，OK， 想超越哪位 YouTuber？ 三个字的，哇，哪位 YouTuber 是三个字的？我想一下啊、哦，三个字有很多哎、欸，哇，你几个字？我两个字，哇，哪位 YouTuber 朋友他是两个字？两个字，好来，我们要翻过来，一，二，来。OK， 我写自己，我写重量级。我真的觉得，其实不用说一定要超越谁，我觉得超越自己其实是最难。那你写什么什么两个字，这个也要打。我想了一堆两个字，结果都没有名单。我们这边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啊由各位帮我们回答。重量级的粉丝名称要叫什么？要如何称呼？那就请各位粉丝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留言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就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按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怎么了？刺进去了。哎呀，木穴刺到这么深。为什么你刚刚插进去了？你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呢？我把它拔掉，你看哦。疗愈时刻。什么疗愈时刻？啊、哦，这里。出来了，在这。